中国我说才区方国与东东东东东在中国暧昧不明，又有着广泛而特殊的疑问，扩大扩小，时区流传，东方花烛那是性爱交换的地方，由房到东去到愚人的身躯，东方记得抽象语便只和长相聚，和其小回忧欢变作离情别绪，东方里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故事，洞天福地那是得道成仙也是修身养性的地方，洞箫一支仙乐飘飘。洞察天下一定要与现实保持距离，只有用眼睛与心机才能清晰观察，把握世界大势走向，大千世界动力乾坤，原来一切都在动力一年运转，从摇楼到天体都是动的存在，洞庭西望抽江粉，雪景蓝天不见云，洞庭湖之洞何等浩阔辽远，雪莲洞里居住大闹天宫的神猴，那里是另一区地下天宫，深挖洞广其量，毛猴子在地底把中华帝国逐圈打通。仔细想来，一切上天与地的事业都不过是朝着不同的方位相比打动，动动动，中国的一生在洞里沾进沾取，脚头山苦尘头满面，可谓真正的洞中人，而中文里的国字就是一个忧火不明的洞。